后就是现在他们拿他过来了，然后管上这厂长一忙，然后搬一个可味儿的东西啊，那再往下去是弄湿衣巾，夏天都腻了。请不要移动，您想走吗？这人口味儿。那个是一样的，哈哈哈哈哈！突然感觉这样子，我的天！哎，挺适合我的吗？是不是？你再换一只，就是这种一样。你平常都穿这种一样吗？对猪干了，臭死了！啊，蓦然发现一个可好玩的东西。刚才我试了一身。没有，他就是不着样你的脸。要下衣服不是别人的提醒，好吧，那别人的提醒他不着啥，是不是？他就是不着了一下脸，别人的啥？咋是不着呀？这种好像叫运动服呀。哎，我这心想还蛮跳着呢。你还给我换发型了？哈哈哈！眼睛都没有配好，这个发型好看没？就是阿妹啊，愁死了，眼睛都过了。想换个发型。他没适合啥发型。欢迎体验智能试衣镜，请正在抢。不能眨眼，一眨眼礼貌了。好了，小张老头正在为您生成形象，再来体验试衣吧。飞雪，听见声音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不行！拿手机。你换个，不然你这个发型不中。你换个衣服中中吧。哎，这适合你，还就你现在发型。就是现在。来哪一呀？咦哟，不如干嘛呢？你换个衣服，你换个衣服，这衣服不显人。就搂着衣服。嗯。我主要刘海的时候，应该把刘海撩起来。第二。我长这样的衣服穿。他只有这样衣服。看着都没。跟那个短裤啊妹儿。哎呦，不中个啥！他还是弄到最后了，这个，嗯，他可以跳提醒了。哎呦！哈哈！他戴金链了，这可以赚钱吗？可以。哈哈！但现在突然胖了。你现在弄成女。哎呀，这衣服！身高臀围还有秀，哎我脚腕变成真可笑啊，哎呦我这快受不了了，我